们大家好，有位小粉丝想看挑战连拆100包叶罗丽卡片，有个要求说不要用剪刀，直接用手撕，就喜欢听撕袋子的声音。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做一期声控视频。我准备了一盒魔法包的第19弹，这是36包，一盒灵犀包的第19弹，这是30包，还有一盒金钻包的第9弹，这是20包，还有14包的魔法包第21弹，这里总共是100包。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拆卡。你们最讨厌听到的声音是什么？请准备好你们的耳朵，现在开撕。撕了5分钟才撕完，给你们看一下现场。我们来整理一下，看看今天这100包能出多少张好卡。Later，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惊喜。披吉亚王墨水礼服，玉王离辉 ，A 亚水王子婚礼服。曼多拉 SSR 白光银 CR 孔雀 TGR 毒西飞毒娘娘 UR 王墨 SSR 林公主 UR 复球 TGR 时间公主 SSR 秦公主 CR 严爵UR 茉莉 UR 秦公主 SSR 水王子 SSR 时间公主 飞灵 AR 白光银太阳裙 UR 梦公主 SSR 庞尊 SSR 白光银 UR 秦公主小礼服 SSR 水王子 SSR 水王子婚礼服 UR 时间公主 SSR 秦公主 SSR 复球。这就是今天拆出来的卡片，没啥惊喜，一般般。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点赞哦，拜拜。